阿姨问一下，你说吃饭都恰饭了，恰饭了，恰饭，然后喝茶恰茶，恰茶哎，恰茶，恰茶也可以说，喝茶也可以说，这样子啊，吃肉就是强肉，强肉恰鸡，强肉恰鸡，恰鸡是什么？恰鸡鸡啊，就是杀鸡啊，杀鸡啊，哎，啊杀鸡就是恰鸡，恰鸡，不是，什么鸡？吃鸡肉，啊嘴巴叫什么？就鸡巴呀，鸡巴呀，嘴巴叫鸡巴呀，嘴巴叫鸡巴，鸡巴，鸡巴，嘴巴，嘴巴叫嘴巴，鸡巴，它是鸡，不是鸡巴，是鸡巴，鸡巴，鸡巴，要发音，嘴巴，嘴巴叫做，嘴巴叫鸡巴，鸡巴哎，鸡巴哎，鸡巴，它是用嘴巴去改的，嘴巴去改，那脚呢？脚，脚，那不是客家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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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大腿跟小腿怎么讲？大腿跟小腿。海底小腿是这样，小腿叫什么？不是大腿跟小腿嘛，是不是？海底小腿，海底小腿，小腿，小腿，是啊，海腿小腿啊，海腿小腿，脚臂啊，脚大腿叫脚臂，是抬脚臂，抬脚臂啊，我说臂，脚臂。你若是大腿、小腿是抬腿，抬腿，抬腿。你从个脊柱的抬腿，用抬腿。谁腿？谁腿？哦，没谁鬼啊，谁腿啊？讲两种嘛。阿姨，你们鬼是怎么讲？鬼。鬼。哎。鬼啊。哎，鬼。眼睛叫。眼将。眼将。眼睛啊。眉毛。眼将。眼睛去编辑出来的了。阿姨，让我问一下，眉毛怎么讲？眉毛。不，眉毛。眉毛。眉毛。啊，鼻子叫。鼻子。鼻孔，鼻孔，鼻孔，然后嘴巴叫鸡巴，鸡巴，鸡巴。那是嘴，那很嘴，那很漂亮，怎么讲？很漂亮。漂亮啊，嘴好排头。好排头。嗯，排。那女生很漂亮，就是好排头。好排头哎。是啊，那男生很帅。帅，那就是帅哥吧。帅哥，帅哥，帅哥哎。可以说。帅哥。阿姨，你可以说那女生很漂亮，怎么讲？这段。可是阿姨，我那么多，我记最深就是几把。可以说，那女生，那呀，哥哥你个好漂亮，也可以说也是好漂，就这样说也可以。哦。好漂亮。哦。好漂亮也可以说。好漂亮。